好，有开麦，早安呐、啊。我觉得银色、灰色包子真的不明显，我要换颜色。对啊，换个调调的好了。乱色。哦，超强魔法。然后，完蛋。怎么有凯特优衣？Hello，你好。可能啊，再继续射一下，射。我熬到现在，无聊就有点困，刚好看到，还真不错，去睡觉。好了好了，放音乐好了。火焰魔法。睡前先个早安，早安呐、我们在上学看到，今天不是礼拜日吗？辛苦了。是马来西亚观众，哦，好，辛苦了。早起是好事，我昨天太早睡了，是10点半就睡着了，哎，我是忍着记录档都弄一弄之后，就直接真是昏倒了。早上要继续。会考
哦，今天吗？加油哎、欸！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别看到会考、哦。陨石魔法。之前大凌晨都看到你在 DC， 怪不得今天没看到，睡死了啦！这样想我了吗？不是想我了，是不是想我了？老实说，是不是想我了？唉。那必须想你了，是不是？看地图也在海洞，然后看到怪物，想说这是哪？那个、啊、就是永恒初心自己自制地图，是不用出去太远的地方就可以到司机的那个地图。不过缺点是魔石太小颗了，12块而已。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这个啦。优点很多啊，你看近，而且又很容易遇到怪。吃早饭了吗？有吃过了，又有吃药，感谢关心啊！不过真是想不开啦，跑去练了。昨天就职了魔术师跟格斗师了。啊，那时候本来想说，好啦，三只弓箭手嘛，就是随便玩玩嘛，三只弓箭手玩起来也很开心啊。而后来想想，如果真的有要玩中期后期的话，还是要换职业啊。然后早点换的话，那就是好吧，早点换格斗士，然后昨天就出发去救治格斗士了。嗨，文子安安，晚上好，不，早上好，早上好，文子。一等转四色好危险！哎、欸，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公测，哎、欸，不是封测，公测那时候的第三天就救职格斗士了吗？那时候有一个观众超强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平均等级30，然后去打四色。之后到很后面那个初心真的伺服器都没有改善还是怎样的，我就退坑了。不然其实那时候我也离不开那个，很舍不得。后面是真的，他好像也跟朋友去玩其他游戏就没有上。
小妞安安。你们那时候会玩，玩魔术师，原因是因为我应该不会担心五魔的钱不够的问题，欸，所以我就很安心，可以很安心的玩魔术师。那先别说番茄好了，我还有我姐这个靠山。哎呀，报应来了。不过考虑到后期格斗真的是不错，对啊，就格斗跟法师啊，啊就一样，这两只，但格斗没有法师的那么难练技啊，但就是混乱攻击练起来真的是很无聊，打宠物又会混乱，然后有时候宠物又不听话，所以需要一个巫师或那个传教士帮忙打。天堂早安，对吧，啊？我其实四点半就起床了，不过不知道这边状况如何，也不知道可以撑多久了，我只能这样说。从一开始嘛，第一天伺服器只开两个，然后造成说很多人从下午五点排队到晚上十一点还没排，还没排进来。那如今之后是有增加。六个七个伺服器了，可是现在如今又合并一并，现在变两个伺服器。当然现在就是其实找不到，跟正式服一样啊，就是找不到低等的装备了，然后玩家饱和度也差不多了，然后那些高等装备啊都还蛮便宜的，九级十级的装备只要6000-7000块而已，哎，刚运动回来，辛苦了。运动好啊，运动。我想到初心是不是没有转职保证书？对，目前还没有。初心也开满一年了啊。所以，嗨，青椒，安安。所以不能什么什么转格斗士，然后去练崩击啊，练明镜指示，再转回那个战斧斗士，不能这样子玩。
不会有 3.0 哦，但是会有 3.0 后的东西啊，因为其实它其实有很多 3.0 的宠物啊，就是不会有 3.0 的地图，但是它会把一些 3.0 的东西放在任务上面，比如因果报应啊，它还是有放 3.0 的技能宠物那些出来，只是不会有 3.0 的地图。是春娇，你居然在看？你 是把人家叫过来啊？他自己来的，我今天是提醒他我东西。你想吃什么早餐是不是？啊，提醒他我今天想吃什么。我起来了，女人。今天只能带面包，什么意思？啊，你们今天是考试吗？还是春娇帮我带面包？干嘛在那边聊哦？点餐了吗？等一下可能会倒回去，火腿三明治。哎呦，不要把火腿三明治好少哦。波士顿龙虾面包，那就青椒吃波士顿的部分啊，波士顿龙虾的部分你吃面包啊，对不对？简单啊，解决。莫林早安，有那种东西吗？你叫他吃大便啊，叫他吃大便啊，呀塞塞。叫吃大便。一定是我吃一半再给他吃啊，你们俩到什么关系啊，哦。好耐人寻味哦。
学校都这样不是吗？没有啊，至少不会吃到异性的口水吧？还是你是用剥的，你一口我一口这样子？来，青椒你一口，来我一口，来你再一口，以共食为生，寄生吧？哪也习以为常，哇！那你以后出社会没有青椒的话怎么办啊？以后叫同事带给你吃，还是一样叫青椒到你家？什么？你上班的楼下帮我送早餐？我可以习惯啊！好傻眼哦！哎，以前我们学校，我们班上确实是有那个啦。有男生一直要女生送吃的，不过最后他们是真的是在一起啊。然后有一个是送早餐，但是他还是虽然一开始没给钱，但后面那个女生就是已经受不了了，就说啊你是要不要还钱？然后最后那男生就很不甘情愿的就把钱掏给他。哦，是他爸，最后是给那个人钱。就是男方的爸爸替他儿子还女方钱，这样子。因为后面是闹大了啦，闹到后面是说什么啊？不然你把那些什么，他们没有关系，只是那时候是一直说帮忙买早餐。然后会吵架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在那边讲说，因为翻脸了嘛，啊男生就是害女生不爽，啊女生就说那个不然你钱还我啊。早餐的钱什么之类的、啊，但详情多少不知道，但是每天都有送早餐啊，每次都是差不多那样价位的嘛，就每天就是六七十块，然后这样久了下来就钱就算一算，然后那个谁，那个男生就被那个他爸甩了一巴掌，我不要你这种吃软饭的儿子。我那时候看得好过瘾，有良心不是良心，是他儿子还不出钱。你想一下，70块好了，一个礼拜5×7=35，350，然后一学期多少？好，我们算100天好了，这样就多少了？3500，35000，35000啊。350，对啊，35000啊，啊！之前有看我台的应该知道，他就是我那个什么用别人法蜡。就挖很大坨，用自己的好像就跟沾那个胶水一样，那个口红胶，轻轻沾，轻轻沾，然后那慢慢磨，算挺可观的。对呀、啊，而且那个女的其实同时也是帮4-5个买早餐，啊，其他人都是有给钱呐、啊，就那个唯独那个人没有给。真的是乞丐击败，对啊，哦，你也叫 Marco， 我认识的人也叫 Marco， 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我很担心他。然后他多击败，他击败到就是。被学妹甩了，然后学妹什么？我那时候听到是说学妹觉得她有口臭，就跟她分手了。然后就这件事情，我们一直笑她笑很久，就知道她做人多可怜。我笑死，被学妹说口臭分手，
你也可以担心我，你怎么了？还不是情侣关系就想白嫖早餐？对啊，喜羊羊听到没有？就在讲你喜羊羊。好了，回家。因为口臭，对啊。我要想想，搞不好啊，他不可能看台啊，拜托，我连他 FB 好友都没有。我是吃春娇吃过的，哎、欸，那春娇你下次记得把那个像什么波士顿龙虾面包，你一定要把龙虾全部吃干净。然后可能面包边边会沾到那些龙虾的那种嘛，你记得剥下来全部吃干净，再把剩下的那些白面包给他吃，不要便宜他了。不要便宜这个男人，他不值得。25、26。好，春娇说好，不春娇，青娇说好。嗯哼。我认真觉得，没带面包，没钱带，没带钱可以先帮忙垫，然后多少再跟我要哦。可以下地狱。他有说好吗？没有，他啊，春娇不要怕这个恶势力，他以后欺负你跟我说，就算没欺负你也跟我说，我可以欺负他。哦，然后关于他说想要带你打日麻之类的啊，这个看个人啊，毕竟游戏这种东西，反正就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觉得好玩，有些人觉得我觉得还好，对不对？别人一个感兴趣的东西，你自然而然会，如果真的要学的话，学很快啊。那如果是你没有感兴趣的东西，你硬去学的话，还是学很痛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的话，我其实不知道喜羊羊会不会教啦。那边每个又在那边国士无双，什么要一些溢满牌，或是六那个四五番以上的。你又忘了带钱，哎、欸，你好过分哦！母母快递，谜底，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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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睡两小时就来看台，早安早安。我叫他做断腰酒，可以啊，我有喝过24000的断腰酒啊。断腰，就是立直一发断腰单按克，然后几宝牌这样子。亚流特村不是，判厨师。全是礼宝牌吗？没有啊，
你看一粒子一发自摸就已经三番了哎、欸，然后三暗刻哎、欸，三暗刻多少、啊？三番，这样就六番了哎、欸，然后再加上宝牌，要打素老吗？打不赢啊！粒子一发断腰，三暗刻五宝六，想说随便练练达摩斯，不然早上不知道干嘛。看观众这么少，我还要玩什么？找个可以围城的点，加减放一下，打个魔石，放个技能，火焰魔法。二楼熊哥很凶哦。你不用担心啦、啊、我除非他在 3.0 之后都有改过一些东西，不然其实我还有 3.0， 应该说 4.0 之前的记忆我都还有，所以没关系，不用担心。你想一下，都就职格斗士了。是一个会就职格斗士的人。哎呀，感谢提醒。超强火焰魔法。反正其实玩法师时时刻刻都是卡在练等的地狱啊，所以就觉得很想不开。还好我的闺蜜都知道我还钱忘了也会追债的那一种。哇，好闺蜜，她可能其实都是知道的，只是她不好意思，你懂吗？可能都知道了，只是不好意思，想说你好像过得真的很痛苦欸。好啦，这笔小钱算了啦。然后想说这种小钱算了，就隔天。哎，你欠了我多少钱你知道吗？你欠了我多少钱你知道吗？算了。啊，按错。回来。我看过一堆喊着求人带格斗，结果也没点，甚至还走去不了的围村的，有啊，当然有啊，这游戏怎么可能会没有，对吧？这个游戏应有尽有啊，火焰魔法。所以他才需要人带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耶，搞不好就真的赚到有人带他去啊。最夸张的是有些人说好带人家去，就路上把人家打飞。我以前就是有个账号被盗，结果我发现盗账号的人还在那边骗的时候，我就加他队伍，然后他把我带出城，然后把我打飞。那时候国中很白痴啊，国中哦，难道就是很容易相信什么什么代练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账号给他，通通被盗走。好蠢哦。
那再来是有一次是想说啊，我被骗了，不然算了，我对这个游戏没有爱了，我要当大骗子。就用一样的方法在骗的时候，发现加进来队伍的人竟然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说算了，不要骗他好了，乖乖乖乖帮他练等这样子。然后他隔天还感谢说谢谢你帮我练。我说不会啦，小事一桩。然后那种报复心态就来了，算了，我要当坏人，我要报复这个社会。就加进来是。那时候有一起那个朋友得了朋友的朋友，好糗！你看都已经决心要报复这个社会了，是这个世界背叛了我，错的是这个世界，环境的历史更好笑啊！拜托，那时候国中欸，什么都不懂。想认真打就被搞，想摆烂就被迫认真。对啊，真的是我的痛苦在你之上哎、欸。哦，那时候真的好痛苦哦。哎、欸，我竟然梦到我在魔力宝贝里面抓鬼，那鬼还超级凶的。我还大喊小鱼小心，这只鬼很凶。超强陨石魔法，哎、欸，你们那些考试的是几点考啊？九点吗？那我们九点后打吗？哦，没有啦，看状况咯。嗯，想说我等一下应该也撑不到十二点吧，因为呆鱼是九点上课，不上班嘛。那呆鱼是不是九点上班？啊，反正那个谁，昨天其实下午有答应佩佩说什么晚上关台后就陪他打，结果我撑不住了，真的。昨天在抓鬼的过程中，我是整个人都在摇，我没有嗑药，我是。说什么啊？我想去洗个脸，厕所一下。结果我好晕哦、喔，然后还去跟佩佩抱歉说对不起，我没有做到我答应你的事情。好像男朋友对女朋友说对不起，我没有做到答应的事情，还太早了吧？答案又花，没办法、啊，昨天太早睡了。应该说这几天都也不是说晚睡啦，就是。两点三点那时候睡啊，然后睡到早上七八点嘛，剪片就五个小时六个小时，然后就开下台到中午去中午休息嘛，那大概下午三四点睡觉，睡到八点前。你还没睡？你不是最近作息都是天亮才睡吗？你怎么了？都想我了？风强力火焰魔法，哎，还是其实哦，火焰是风刃比较好，很小。风刃魔法打多少？哦，130哎。对啦，想你了。哎呀，好啦，请你一个啦，么么么。风刃，昨天九点就昏过去了，十二点醒来到现在。你昨天九点昏过去，十二点醒来，你是说你只睡了两三小时哦？
来，遇不到怪。啊，我记得我这只比较好会遇到怪。等一下哦，要加这只才对。啊，不会。好，都是错，都是幻觉。都是幻觉。我跟他的情况蛮像的，谁？可能就是浅眠浅一下啊，有啊，我之前也常这样子啊，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都是只睡个两三小时或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很有精神的持续18-19个小时，然后通常这样子就后坐力很重啊，你会睡回来啊。我刚讲什么后坐力吗？还是后遗症？上学每天睡2小时，回家再继续睡4小时。欸，其实分时段睡，医学上说其实不太好啦，因为你这样其实没有真正的充足睡眠。虽然你一天有睡8小时，可是你不是持续睡8小时。虽然那谁，爱迪生还爱因斯，爱因斯还爱迪生还爱因斯，一天可以只睡1小时吗？还多少？忘记了。他就是一次睡只睡几十分钟，然后他说这种持续几年就可以做到这种，可是很累哎，你才睡只几十分钟就要醒来6小时、7小时，鬼吧？要倒啦！想睡就睡比较舒服，对啊，当只快乐小猪也很棒啊，幸福的小猪。我一天睡2小时就觉得头疼，一天一小时真的是，对啊。现在不是有个哈佛大学的人想那个尝试这样的做法，好像是说持续一个月他会快不行，不是快不行了，应该说持续一个礼拜他已经不行。可是后面忘记他好像有持续做吧，就做了一个月，说好像我已经习惯了。但是看他脸就很憔悴，然后采访的记者说看起来就很憔悴，很累。啊，精神崩溃，人不是在。欸，只要2天不睡觉，人的精神状态就已经到了紧绷了啊！就一点点事情都可以让人家那个生气呀、崩溃呀、大吼大叫啊、精神错乱啊。小雪樱花安安，你好，你好，你好。
准备开到几点？什么叫准备开到几点？怎么会是准备啊？我还是把置顶换掉好了。那我觉得我的状况应该撑不到100站。那、今天开心玩啊，想玩啥就玩啥。应该是请问开到几点？开到几点哦？搞不好10点前呢、啊。其实还是有点想睡觉。你的台很好挂着睡觉，太无聊了，对不对？是太无聊。我在想，你好像也只睡4小时在这边吗？没有哎、欸，我10点睡、欸，睡到4点哎、欸。你再想一下呢，10点到4点是什么概念？对，就是10点到4点的概念。10、11、12、1、2、3、4、6小时，啊，其实刚那个开台前是把一些有一些类似老高的那种嘛，就是讲故事的那些。我最近是看自说自话的总裁啊，跟老肉杂谈，会讲一些东西，因为老高最近。之后的影片我都没再看了，原因是因为太多都是太奇幻科幻的那种东西了。啊，后面我还是喜欢看那种以前他讲的一些什么凶杀案啊、奇案啊那种东西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那就是最近这些都是在讲一些古代的事情，或是动物之间怎样怎样怎样。就至少要补充新的知识，而不是是听一些奇妙的科幻故事。好像我阿嬤会起来的时间，对啊，其实我那时候前几年，我那时候作息就真的超正常，也不存前阵子就。9点10点就想睡，那时候就是开轻松高效呢，巧克团的时候就已经9点半就很想睡觉了，然后那时候一睡就早上5、6点起床，我那时候皮肤也没有改善啊，老肉很好看呢、欸，看那些故事，我之前睡觉了，觉得老 K 也不错，不然就是那个啊 ，Will 啊，大家好，我是 Will， 欢迎来到 S 调查那个。我觉得好贵哦、喔！所以有时候听那些东西在剪片，剪一剪的时候，大概还剪个1分多钟，就不小心把14分钟、20分钟的影片全部看完。完全不能剪片啊，可是就想要播个东西来听。然后点别人实况台就觉得太吵杂，想说都在找一些类似偏聊天性质的那种直播。然后每次看那个 X 调查的时候，我都会注意看那个 Will 的手，他都很喜欢握拳握的很紧，我是很白痴很变态。没办法，三心二意，不是？什么叫没办法三心二意？没办法一心一意也可以这样讲啊，没办法一心多用。然后你这样讲好像啊，确实有道理啊，抱歉，抱歉，火焰魔法。崩极，睡觉都会挂台，所以会下行，睡眠品质不好。不要挂啊！不是你音量，
音量可以调很低啊，倍率倍率低啊，倍率倍率低。嗯，嗨，倍率倍率倍率。啊，早上就当纯纯聊天台啦，纯纯的聊天台。因为毕竟假日嘛，前一天一定很多人都是嗨到半夜啊，怎么办？有时候是觉得睡觉真的好烦躁，睡觉明就很舒服，但是觉得睡觉都错过好多事情。然后起来第一件事情是看图哦，我以前起来都不会看图哦，是之后玩光遇啊，认识到他们之后才会开始看图，就是看说干，昨天玩到几点啊他们，然后又再给我玩那个什么公关的那个不宜实况的游戏，然后不然就是聊很多像打麻唱歌啊，都到半夜什么之类的，到唱歌呆鱼。我说过我今天不会再上光源，也不是啊，不会再上 DC， 都是因为你陨石魔法，看都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早安早安，这边还好，不过有些台会突然激动的大叫，谁太神啦，我也会大叫啊、欸、不过我最近大叫的频率真的变好低哦、喔、以前有时候都是效果做很足，明明没有什么东西，就喜欢大叫，好、哦、叫一叫，好爽，心情就觉得很愉悦。哈哈哈哈，太神啦！某熊猫之类的吧，它很大声叫吗？它其实也是。说以前都不会这样子，是跟我玩之后才开始叫的。阿旺也是啊，阿旺当时实况的风格不是这样子。哦、还不都是你们？而且一激动就尖叫，那个分贝很高，很容易。你是开喇叭哦、喔，还是你是戴着耳机睡觉？欸、不要戴耳机睡觉、欸，对耳朵很受伤、欸。可能是叫到喉咙干掉什么？我叫喉咙干掉？什么是叫喉咙干掉啊？解释一下，干掉吗？你是说干掉吗？锋刃魔法，但好笑的时候，有时候睡不好又跟谁在？那很好啊。
那很棒啊。嗯，内演算法算计，又不是从自动播放又导到那个团团的影片，还是尖叫把你叫起来。我说你好像很喜欢对这那个，你对这部影片好像很有反应哦，然后就只推这部给你，每次睡觉每次推。你今晚的噩梦。这是你今晚的噩梦。不过我醒的时候蛮喜欢看真的，就是完全不适合当睡觉的背景，就很正常吧。都喜欢看一些可以让自己舒压的东西啊，很正常，很正常。怎么办？哇哦！公认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看你们追野人的直播。你说野人模拟器哦？哦，度假村模拟器是吗？那种游戏一个人玩真的是恐怖游戏啊，两个人以上玩就真的是很好笑啊。哎，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努力在把气氛搞得很欢乐，想说。干嘛要真的完成恐怖游戏？玩的欢乐一点不好吗？那时候我心情是这样，心态是这样子的。有时候玩那种恐怖还是怎样的游戏，我其实很多时候都也在做效果，就是不想要玩的那么累，那么紧张。做做效果，缓和一下那个气氛。
像我被吓到，还说“哎呦喂呀”之类的，还是会被吓啊，又不是真的不会被吓到。啊，有时候就是看你有没有想要被吓，那种刻意被吓而吓，反正效果就没有很足啊，就明明就没什么好吓，只是突然吵动一下，说“哎呦喂呀”，这么叫一大堆的那种效果做太多了，会觉得。不懂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啊，他好笑，什么东西这样就被吓到了。他可能熟的就觉得哦，干嘛这样？有必要吗？就只是跑在动而已，那只是走路吵而已，要叫成这样子，真的是蛮好笑的。一群人来说，也来肉来了，对啊，欸肉欸，但吃肉会降一些什么理智之类的，我就欸肉欸，你宁可饿，我宁可啊要笨死也不要饿死。对不对？呆鱼，你想要笨死还是饿死？那为什么听到那些人追杀野人，就想到小时候某款不适合小朋友的游戏？哪一款啊？小时候很多不适合小朋友的游戏，海绵宝宝啊、蜡笔小新啊，都不适合啊。恐怖游戏人越多越不可怕，对啊，可怕的其实是人，对不对？明明没进行猎杀，硬要把人家门关起，那明明就猎杀了，就跟我说没有猎杀。对，恐怖的是人的那个嘴，你可以救一个人，也可以害一个人。我猎杀了，赶快跑！明明就猎杀，说还没猎杀，结果自己死掉了。无法解，超强火焰魔法。你会选择你好刚才好像在骂我笨死吧你？你会选择笨死，对吧？啊，你会选择对啊，就是笨死没错啊，那不要饿死嘛，对不对？所以吃野人的肉没错啊。所以看到肉来啦，冲过去抢肉。对吧？今天你在一个荒郊野外，真的饿死是很痛苦的事情。你笨，你至少笨得很开心嘛，对不对？你饿，至少饿得，但你会饿得很痛苦。你可能会很笨，想说不知道鱼怎么抓，但最后还是饿死。呵呵呵呵，火焰魔法。找个技能位置啊。呆鱼救我！呆鱼救我！阿鲁米安安 ，Hello 阿鲁米。技能：混乱攻击。先尿个尿，那个是正符还是差符？那个是永恒初心，在永恒初心，我在摩羯，以前的角色。当时好像说三个月没上会被删掉吧，但番茄说后面可以找回来。可是我的角色合并后是在双子，啊，我姐跟番茄他们是在摩羯，所以就来摩羯玩了。以前的角色啊，就先搁着吧。
我回来啦！挂台去聊天，拜拜。去哪聊天 ？PC 吗？好扯哦！啊，好扯哦！黛玉，你好扯哦，黛玉。嗯，好啦，等下八点后换游戏好了，我就看你有没有挂台，你要不要被我看到你上日门？让雀魂看一次，我骂你一次。没有啦，没那么凶啦，没有那么凶啦，哈哈。疯了。把日麻开好等你。那你真的不睡一下吗？一下就好，反正一个小时后就要上班了。挂台补眠，拜拜，好 Marco， 拜拜，感谢您今早的收看，谢谢，谢谢愿意点开我这个快过期，没有啦，感谢你来看哦，晚安晚安，来，虽过期但还在持续努力，变魔法。我就是喜欢过气游戏哦。那过气的人呢？嗨，月月，你就是喜欢老人对不对？
哦，要数了，要数了，要数。早安，嗨，料理。你喜欢今天的标题？哦，你喜欢这样子的标题哦。还是我要打说早安，喜欢早上看到你，喜欢睡醒的时候看到你。啊，你最近 RO 玩的怎样啊？因为你们最近都在玩 RO 不是吗？因为我没有玩 RO， 所以点进去就是在听你在该主教的事情。我之前玩我之前玩主教啊，可是玩的很问号，因为那时候玩师傅啦，很早以前。我喜欢你有睡觉，我喜欢你有睡觉啊，我也喜欢你有睡觉的时候。因为最早以前那时候我们 RO 是我国中的游戏嘛，然后那时候班上一群人在玩 RO， 就想说哇，法师就很帅啊，会放魔法欸。然后学了法师之后，前面玩的还顺顺利利的，当后面有一些那种就是你还在咏唱的时候，他们就跑来怼你的时候，我彻底被法师的那些吓到了。就被按在地上打欸，咏唱还没结束就死在地上了。然后最后还是，而且那时候我的点法全部点错了，我技能点到满，他们说不用点到那个什么基数就好了。阿亮早安，吴雅欣早安，林毅早安。紫火要练什么？紫火？哦，你是说那个吗 ？RO 的吗？因为那时候想说啊，算了，那就玩那个火墙，就看到火墙躲一个又一个，那看到怪在那个啪啪啪啪啪就很爽。主教没朋友带比较容易没有弟弟，然后的主教想玩的场很通通常要花钱。插骨也是啊，封插骨也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叫我教主，那我说哦，那就玩主教好了。然后后来又想到说我忘记之前玩 RO 玩主教的多痛苦。那、啊、你有没有睡饱啊？你有没有睡觉？不要当钢铁人呢、欸，那个我来做就好了。你好好保护好你的肝，你要小心肝呢、欸。你要小心肝哦、喔。氪金游戏是吧？都是吧，麻烦了，你倒是跟我一起去睡，现在吗？好啊，某股大冒险大改主教起飞了。某股冒险家大改主教起飞了，起飞了吗？是在阴阳师改的之前还是之后啊？因为阴阳师改版的时候我还是有，我那时候还有玩啊。阿鱼那时候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准时三秒钟会卡顿一下下，但是那一下下已经很影响游戏体验了，之后就离开那个。
万当时离开的时候，轮回那时候好像一颗那时候4000块吧。我好后悔轮回太早卖了。轮回会随着显卡的价格增长。我那时候卖脱手的时候是卖8000块，入手的时候是3000，脱手的时候8000。该睡啦 ，Marco。真的是会找不到法师的技能在哪边呢？每一招都是亮的。咚咚咚咚咚咚。哇哦，我喜欢。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月早安，早安，早安。教主今天怎么那么早起？因为我昨天早睡啊，也还好吧。欸，我这阵子也蛮常7点开台的吧？说的好像怎么一样？蓝猫早安。讲的好像我不睡觉一样嘞。最后一波诈尸，我看韩服伤害计算大概是今年2月起飞的，所以台湾还有的哦，那还没有，哦，那就好，那就没事了，那就没事了。谁敢诈尸？我要去捆，去睡觉啦，睡觉觉啦。那大姨肚子好点没？躺在床滑手机的阶段，你是手机举高高吗？
是那个手机的距离会砸到零欧七的阶段了、啊。山姆早安，早上好。哎、欸，八点了哎、欸，说要换了，换游戏，换游戏。那我这只角色先挂在这边好了，大家可以时不时的打麻的时候，可以玩一下。看一下哦，日麻，好的。我习惯侧躺，所以顶多手机掉下桌下。哦，我也喜欢侧躺哎，因为侧躺才能抱枕头。你正的躺的话，枕头是抱在那个上面，很像海獭，海獭抱着小孩睡觉一样。虽然海獭通常是手牵着手那个睡觉，我觉得。侧躺抱着才有抱抱另一半的感觉。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八一不不不一八一七里。哎呦，等很久、哦。我想说，你怎么还没变狗？为什么每次跟我玩都要用狗啊？你狗了没？啊，狗西姆嫂，好幽默，好幽默哦！凡青你好幽默，没遇过这么幽默的人。那里有只超可爱的狗狗，就它，每次跟我玩的时候都用狗狗。我不要再绿鱼色了，骗子！这骗子。昨天绿鱼色又没有了，我很难过。我已经把手机掉下来的时候，变下了闪躲的能力，条件反射。你是说你现在眼睛闭起来，有没有地震的时候，楼上的小屑屑掉下来都会闪掉了吗？哇，这个是一技之长。你可以去那个国家那边申请那个什么那个地震椅测试员还是什么之类的。不然太冲动了齁。阿廖林，你有没有睡啊？我是觉得你没睡啦。前天看你还是大半夜在开台的，几点啊？一点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前天是一点。那再来，等一下哦。前天一点，对对对，昨天没，昨天我睡死了，没看到。你有睡，我没问你。顶线手机哈，你说完把笔电还是把桌垫放在那个吗？脸上玩吗？哦不，我想杠这张哎。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有点凶巴巴，后来发现你挺亲切可爱的。谁？你说月月吗？还是聊里？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有点凶巴巴，然后后来发现挺亲切可爱的，那你就猜错了。我昨天刚好有睡着，哎呦，
有睡就好。所以早上看到我，我觉得心情很好。聊天室聊天，关掉，关呆的你要不见，你呀、啊、教主，没有啊，我就凶啊，怎样，我就凶巴巴，对吧？没看过那么凶的，人家抖内，人家订阅还会被骂，好可怜，为什么要订阅我？要加我会员，好可怜。你们都是 M 吧？你有睡，但也可以再睡，很好啊，睡回去，睡回去。你们就是挨骂吧？刀子嘴豆腐心的吗？我觉得我是呢。哎呦喂啊，抖内可以被骂的来了。然后讲一下哦，干你是白痴吗？为什么要抖？还有什么？我辽宁是白痴哦，你自己很痛，欸，也很辛苦啊，为什么抖我？为什么？理解。没有啦，今天那种前提是我知道对方的那种经济有困难或什么的，我真的会破口大骂。上次就有一个那边抖我，就直接被我骂到臭头。我说为什么要凶我？我说你白痴，你现在就没钱，你还要抖我，你是在干嘛？他说可以啦，少吃几餐而已。然后就一直狂被我骂。耶，粒子棒，撞刀撞刀，哇，那真的该骂，对不对？所以我才会一直骂啊，不然那些其实想一下哦，像有些大干爹投个一千那些，我都会啊，怎么今天只有这些啊，宝贝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说，哎呀，亲爱的，怎么又花钱在我身上了？这样我会不好意思啦哦。没有啊，没有这个东西啦。没有到这么 给白。不考虑再多一点点吗，爸爸？不行，他这个给太多了，我不好意思开口要更多。然后尝到甜头，还想要更多哟！我还要，超变态的。哦，现在要飞走了，欸，他也会飞人哦。想一下，欸，他也是有飞过人的前科哦。他飞人，难。不是，今天老实讲，我也讲了啊，那时候也都在台上说，今天被抖内一定都是很开心啊，毕竟谁不喜欢钱？那只是今天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比我更需要的话，那你就其实不该给我们的啊，因为你给我们这个东西会让你就是影响到你可能少吃一餐啊，少吃一个鸡腿啊，啊少喝一杯饮料的话。你自己如果说是想要减肥断食之类的，你给没关系。那今天前提就是因为哦好吵，完蛋了。今天前提就是因为吵。好的，今天前提就是因为会影响到你。对不对？你自己都说你可以少吃一餐了，
那你抖的话就是狂骂你，合情合理吧？对啊，今天我为什么会凶人？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在啊，对不对？今天谁给钱不香吗？对不对？拿到一个乞丐在地上要钱要钱，说你怎么可以给我钱？你比我更需要这笔钱呢、欸？你可以多买一份便当给你儿子吃哎、欸。爱心安安，听起来还好。哦，那少喝五杯饮料，那就恐怖了吧？少杯五杯走那个调饮，那这事情就大条了，对不对？我觉得事情变得很严重了，五杯饮料哎、欸，虽然一杯饮料含糖量很高啊。我哎、欸，我那阵子就是戒糖，就是戒饮料，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情绪起伏的很大，因为戒糖就会，因为糖里面会有那个嘛快乐激素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会让你变得更 happy 哎、欸。啊，你那我那时候戒断的时候就觉得哦，情绪很低潮，很不开心，生活很不美满。你手没杯喝饮不、啊，没喝手雕饮了，完全无感。不行啊，我以前是蚂蚁嘛，可是就是年纪大了开始会注意身体状况，可是还是没办法喝无糖啊。我现在最甜只能到半糖，他平时都喝微糖。呆鱼，再见，呆鱼，再见了，呆鱼。这个你们等一下 DC 私下解决，感谢感谢。我仿佛听到你说哭啊，贝贝啦，来再来。见证我们的新的贴图，很像韩文的口人。感谢昌天昌。没人了、欸，没人了，你看吧，太早玩了，就不想要早上玩日嘛，这个原因啊，要偏中午一点才会有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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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脑，对啊，怎么办？混乱工，小妞要不要玩啊？小妞你要不要玩？哈哈哈，我可以回复了，因为我有固定印象，所以都是用狗狗，而且很可爱。我口了人还可以再进去吗？再看一下吧，这没人的话你再进来啊。哎、欸，对呢。哎呦喂啊，那种也当。鲁本，好好好。混乱攻击，魔法。好了，就说早上玩过雀魂了，我们结束了。然后感谢辽离的超级留言。啊，四人麻的天和几率是什么？30多万分之1。哇，刚看到什么？即使你的胃口再大，在三人麻中也不……哎、欸，我看到。现在这么呛，一定很惨。啊，这是你哦、喔！啊不，哎、啊、你哦，我骂你啊！在那边炸寝，啊是要睏无？要打掉。还是要换游戏啊？还有什么游戏玩？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呢？那就那时候诺英玩什么鬼，什么衣架的，然后结果。后面没有想玩的邀请了。5月22号，等一下哦、喔，这底啊，
欸，小鱼他们玩抓鬼也玩了三个礼拜了，欸，五月一号加入愿望那个加入游戏库。我等下局，欸，你们在干嘛？又在预境打麻将，好扯，好扯，好扯。你们是不是打情章啊？我可以这样子。8万听5万太坏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例子了，什么意思？你等一下只要起来，你把左边的这边全部按下去，就可以去睡了。太无情啦，你真的是太无情啦。哇哦，你的果，怎么了吗？没有解药，我的果没有解药。哎呦喂，什么七对子四暗客，
Reach。哇哦，信你很猛呢，信。白色，利奇，怎么？而且十三张白板什么意思？你可以在上面涂鸦，画你自己想要的图。啊 ，Monster Hunter。我月月伤害一万，什么东西？两个新手。啊，谁没当过新手？对吧？你就不要拿重弩去打，你可以换个大锤去玩，你也可以当个新手啊。Reach一发。谢谢指教，怎么了？等一下，呆云太延迟了啦！不不不，我拿扩散炸他们，白痴哦、喔，你太坏了吧！你拿扩散打他们，哇哦！你很棒耶！哇，月月你很烧哦、喔。突然觉得那个什么，天狗兽的重弩，那个样子还真的还蛮好看，看久了越看越爱。没有，我刚刚在直播还不忘记打了。哦，没事没事没事，反正都是自己人，对，都是自家人。嗯哼。我还是想不到为什么几年前明星三缺一可以有五张红中啊！我一直很想找我以前的那个手机，可是档案已经不见了。天口就是不知道怎么装的，但外观很好。对啊，它就是那个啊，佛教的那种嘛，佛教跟那个印度那边感觉风格的。武器跟装备啊，我觉得很好看。信，我来了，挂台了，拜不？你怎么了？你要去哪里了？你要离开我了吗？对他离开了，关麦了。Leech， 碰他，碰他，碰他，碰他。弄。切，切，
リーチ一発ピンク三色同順ボラ。番茄早安。ナントイトイドラさん。ハネマン。我立即看了一下直播，玩的繁星卡了三张，结果卡什么三张？啥子意思啊？不行，白板是好朋友。哦，好吧。哦，结果自摸了是不是？结果自摸了是不是？嗯。结果自摸吗？还是谁？他的意思是他的牌你手上有三张。哎，你刚刚是什么？对方给你的哦。没事啦，靠自摸啊，对不对？什么都要靠别人那边来。你拿了三张，鲁本把第四张丢了出来。带鱼。好惨哦，好惨哦，好惨哦！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啊？河的那个 GIF 吗？不就河的奶真的很大吗？它虽然大的很夸张，可是我觉得比例又很不又很正常。F 是自己弄的哦。啊，又要好丑了，我先自己贴，丑。这张没救了。你是不是想要这一张啊？啊，又在我手上啊！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结束了，感谢各位，感谢信，感谢小麦，感谢鲁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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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哦，每次看到鲁本都是要感谢他，因为他让我的 DC 有那个可以有用，在别的频道可以用那个 GIF， 可以用自己兔窝家的贴图。他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年份的生日礼物，因为他那时候送我的时候，他那时候是说什么送几个月，可是每次都只有几天就到期，然后后来他就一气之下送了一整年，真是蛮可爱的。哦，卡哇伊狗狗，这一区不排除诈欺，
去睡。感谢指教，因为智力之后看到繁星拿着我的牌，口番茄，哎、欸，番茄，自卫哦，记得。干啊！我怎么打了红中？对不起，兄弟，兄弟，我很抱歉，你会来都是我的错。兄弟，我刚刚要打发财的，给 Marco 一个晚安，晚安。苗栗睡觉时间到了，该睡了。啊，嗯。哎、欸，禁止你断幺九哦，禁止你只有断幺九一番哦。我严重斥责你哦。不可以只有断幺一番跟一个什么红宝牌之类的哦。你要让我看看大家伙大宝贝哦。我刚睡死啦、啊、笑死，我知道啊，可是睡醒不是睡死，可是又到了睡觉时间了呢。早安，早安，早安。哎、欸，你上班了没啊，番茄？龙呀！改麻了，改很久了。你是不是很久没看我台了？你是不是很久没看我的台了，无名？啊，没有每天都在睡的啦，你也可以去睡。再的话，我再考虑看看，我等一下应该会再回去躺吧，还是有点想睡。嗨，夏西，怎么今天是哼？怎么今天变回了哼？啊，哼！来，各位，请刷草，草，草！我知道了，我懂了。各位，筹起来！李记，没有吧？这是一杯口啊。感谢 Marco 加入会员啊！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Live 群，可以私讯粉丝专页哦。感谢里面有很多神经病爱打嘛，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玩玩。你业屁呀、啊！丑哎、欸，超丑哎、欸！我们番茄条例你还记得吗？不可以只有断幺九。好吗？担忧，太丑了吧！以后你只准门清，那下导战杀小，哇！现在是翅膀硬了哦！啊！那翅膀硬了，我天哪！你想一下，上次讲了什么？你只有断腰的话不算宝牌哦。
来你自己挑嘛，女装好不好？洋装好，女仆装好，还是什么？兄弟，需要你的兄弟。番茄，你也做个清一色嘛。这样小鱼会难过哎、欸。纯断腰酒，对吧？就是不能只有一排一番，断腰一番，宝牌除外。你至少合个两番以上的牌吧？不对，一加一，哎呦我要去，一加一很难吗？什么立直？对，立直断腰也可以啊。还是想要萝莉塔，欸，萝莉塔我不行欸，因为我觉得走在他旁边根本没有靠近他的机会，你知道吗？他那种蓬蓬裙就是他的那个猎人的圆，有没有？就是不能在他这个范围内。番茄限定二番符，那限定他门清就可以了啊。也不要那么惨啊，就是今天条例那些都是讲讲，但是你也不要太当真，说你全部都要用断腰跑掉嘛，助攻魔法好不好？还是我们换一个新的番茄条例？算了，不要了，这样太欺负人家了，人家也是三月的时候才开始玩的吧？那时候说四月有那个灰夜姬，那时候叫他囤着。立直一番，有啊，我那时候也说立直，如果有立直的话，那一番都算那个啊，给过啊。或是只有河底海底的一番也可以啊，领上一番也可以啊，那种靠运气拼上来的也可以，就算了。有了，你看。你就是要被逼，对不对哦？番茄，你长大了。哦，对对对，那个谁，料理这一位就是刚刚不是说吗？抖个几千块，然后就说：“哎呀，亲爱的，怎么今天长得这么帅啊？”就这一位，所以才会嘴嘴他，闹闹他。生母，让他下去。生母，9600。生母。师母给他下去，师母干爹相见欢，没有啊，主要他那时候我觉得跟他认识很奇妙，因为其实明就没有很熟怎样的，他也是跟我们家管理员就突然混得很熟。师母全部ちょうだい。ドラニピーチツモピンフタンヤオドラニ。哇，你好强哦！竟然知道四五八万，怎么看的啊？我真的好想看看他们都听什么牌的哦！我想要发动那种看安全牌的技能，好想要哦！雀魂雀麻不是都有那个吗？天才麻将少女都有那种看安全牌的能力，我也好想要。待遇救我，
台马看蛇牌比台马，日马看蛇牌比台马容易看。你哪有时间学？我没有啊，我只是想啊，想是不行的吗？我只是想想啊。哎，小雨，他刚刚第一场合了断腰就跑了，刚被我斥责之后，他合了跳板，再来就是他合意满了，鲨鱼被口了。你只能想我，不行，我还有九口要想。欸，他昨天是跟我道歉啊，我说没有啦，不是你的问题哦，真的昨天太累了，去睡觉了。哇，他再不阻止他，他就是真的要那种道歉了，你知道吗？人家说道歉要做什么？我真的怕他要做出来，我适时的阻止了他。当初接触日马很认真在学翻浮怎么算，嗯，怎么露出什么东西啊？我好扯哦，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听不懂，听不懂啦。我们心灵相通。你救呆鱼，救啊救啊救！你哭啊！Run, それちょうだい。一大早就在口人了，谁啊？哎，谁口了你啊？哎，呆鱼谁口你啊？忘记了哎。哎呀呀呀！砰！嗯，枪打，超强陨石魔法。哎，对，你昨天学完了没啊？学完了。A 告哦，怎么可以那么凶？天哪！
リエジ。不是要爬口到四位，对，口到四位他就有高几率会穿女服装了，高几率啦，不一定会穿啊，几率会变高。哎呀！老弟早安啊！他说昨天带我练等，结果迷路。你们去哪里啊？神木哦，神木迷路吗？从1%变2%，没有吧？1%变0.1%吧？老弟怎么了？距离目标还要口98尺，哎呦！真母是不是还没睡醒？应该说 CD 是不是还没有冷却完啊？从大家的大四喜，哎，你这是小四喜哦，哦，有看到了，两个东风，酷喜了，我怎么了？有人不睡觉？哦，哎，我昨天有睡觉哦，所以我知道你不是说我，所以凶手不是我，我有乖乖去睡觉。看到开台来聊一下，大家回去睡了吗？再回去睡一下，一定也不是我。哦，有些人再不睡，老巨要生气了哦。哦、昨天真的是昏睡过去了、欸，昨天整个是直接记录档弄好之后，哎、欸，我丢记录档没啊？等一下，我到底有没有传记录档啊？应该只有两小时，我应该是有传啊。哦，有，七十七超美冰淇淋，リーチドラニ，喜欢你的大道理，为你唱消防员舞曲。番茄差点就四位啦！好啦，感谢小妞、番茄跟生母，谢谢。你们可以下次同一个场吗 ？Hello， 繁星，嗨，你好，嗨，你好。我偷偷想你，想偷偷的看着你。四战课拜拜，编辑。确婚嘛？这样，确婚。不存。想写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命？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我的天，你给我这个是什么东西？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这是什么游戏？我差点讲魔力宝贝，雀魂麻将，雀魂 online， 你值得拥有。我昨天带小鱼去神木啊，然后我就一直找不到那棵树，找什么树？去神木不是往海底洞穴走吗？然后一直往左边走，你是要带他去神木里面哦？
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绝因果那棵树，哇，那你们昨天玩到几点呢、啊？应该说你们练到几等了、啊？几等了？你拉嘞，一、二。哪？这三十等我们也要进去练了。我的法师三十等，哎呦！你干嘛？你国四了、哦？能他的河底真漂亮，这位哦、喔。李景呀，看来是国死。哇，这个也是三倍溢满的，哇！你现在在线上哦？我在海洞啊，想说无聊上来做做事啊。原本在玩魔力啊，还想说一大早应该也没什么人。那就快又有点想睡觉，所以就想说好啦，开始嘛，开个雀魂。リーチ、ピンフ、タンヤオ、ドラ、ドラニ。ハネマン。リーチ、三色同順、純ちゃん、ドラ。ハネマン。兄弟啊，你回来啦，兄弟！哎呦喂！怎么，你又想练等了是不是？边打麻边神木，你是丢高哦。你花轰哦！哎，听牌了！啊，听牌啦！无名，靠你了，无名，来，自家立直，
我在玩心脏病。你知道带哪两？你要带几只去啊？地址。你现在不用上班哦。鲑鱼芥末早安。如果你的传教没去的话，我们就要扔水了，不是吗？可是你在上班呢，你上班，我也在上班。要啊，正要去上班。那十点后我们再来玩啊。等下关台好了。立即正。看一下哦，子瑶在吗？立即。子瑶要去骚人家了。子瑶你在吗？要去的话，我开传教跟法师。哦，好啊。靠，我们开始清怪了，对不对？大清的清。好吧。哦，好好，不知道怎么讲的台，哦，好好，不知道怎么说。345。我现在的发型有看过那个吗？死神啊，朽木白哉知道吗？我其实现在就是头发往后梳，然后刚好头发有几根掉下来。一攻守一格斗两法师清起来，你说清一色吗？哇，打掉了，哦不。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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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no! 好了，打掉了。哎呦！再来这个，打掉这个。好了，结束这回合。嗯，看情况，打到十点我就休息。你先骑车，好。哎，不对耶，现在没有一杯口啊。是不是不舍得闪亮亮？也不是欸，刚真的不知道丢哪张牌欸。要舍的还是会舍啊，对不对？像昨天吧，舍不得跟小鱼他们说再见啊，对不对？舍不得离开他们去睡觉，但真的太累了，还是去睡了。啊，天安，早安，早安。不行欸，我的不行是不行，这样搞我欸。李景啊，李景。
一、二。リーチ、ピンク、タンヤオ、ドラ、ドラ。マンガン。ポンニャ。哎，对，要拿哑铃来玩。举哑铃。目前为止，要国的人都没国出来。没事没事。力气。来，请问天仓他丢什么？他在听什么牌？太难了，不要为难人家好吗？繁星，繁星你够了哦，我真的忍你很久了，繁星。哎呦。好了啦，繁星。嗯。三张粒子大概是条子，真的假的？哇，这也知道，这你都猜得到。哇，他的条子跟我想的条子好像不一样哎。哦，我知道这条子是从上往下看的，有没有？他躺下来就是一条了。神经病。好朋友，再见了，好朋友。听他没打过的牌，哎呦，比较粗、比较圆的条子，那就从上往下看呐、啊，对不对？对啊，其实这是剖面图、喔，那时候就有想过啊。八千呢，至少。一个跳满你还活得下，还是背满？你背满还活得起来？没事没事。无名加油，撑住！感谢命湖。无名还有不知道谁，我、哦、是满贯，对不起，没在记。他、啊、跳满多少？背满是多少？但他是专家，满贯会死。感谢。把你踢掉！我要把你踢掉！我要把你踢了！克洛伊早安，抱歉昨天没有陪到你，昨天睡死了，太累了，抱歉抱歉。我也觉得快踢是不是？为什么要问号我？
我要把所有跟克洛伊打招呼的通通删掉留言，我要一个暴君体制，删掉你们的留言，只要在聊天室打克洛伊三个字都会被 ban 掉。你昨天九点就睡死了哦，难怪。没事没事，昨天我也睡死，好累哦。我都觉得我的画面一直都有那个，都有那个点阵在跑，你知道吗？那其实昨天我在看点阵的时候，我都确认第二次，然后这是点阵吗？确定不是我飞蚊症吗？我那时候觉得说是我的飞蚊症跑出来。好朋友，帮我挡！这张危危险险的哎、欸，跳一二背一流，很好记，背满等于两个流局满关、啊。你这样讲，我更难背吧？加北加北街，哼！不是哎、欸，我看错，我以为我有这个哎、欸。呆鱼怎么？你又怎么了？你又被客人骚扰了吗？我记得单推是不是叫什么雪啊？雪什么鬼东西的？我记错吗？不是啊，风花雪月吗？被克洛伊无视了，谁啊？没事，你要不要看一下克洛伊无视的还有谁？好扯！你的试案课，你听什么嘛？我打给你啊。快点！你不用我打啦，不用我打了。我怎么受伤了？我怎么受伤了？好臭的一满呐！是臭菜的一满。累积臭臭，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过说真的啊，有摸到的话，我打给你的话，我们就结束这一局了哦。要掏个耳朵，好痒。谢谢谢谢，没有啦。打给你的话，就东西结束了哎、欸。台鸟又会打问号了。呜，这个三万。哇！死都不放的三万，找一张。你打的是三暗客，自摸才是四暗客。没事啊，三暗客也很痛了吧？狼呀！哎，怎么香菜你那么臭？都忘记了，对，好不好？人家单骑嘛，对不对？我们有梦想一点，不像番茄。
第一场喝什么段妖酒？趁他骑车拿来鞭他。哎呦，是不是换我要试战课了？做梦吧，阿凡。リーチ。阿凡，醒醒，阿凡！欸，各位，我试战课哦，小心一点哦。可以玩魔力宝贝了。伊特乌伯安安，我是伊特乌伯。混乱攻击，火焰魔法。干。对耶，我干你的！没事啊，菜鸟其实最近都在打心态的，不是吗？菜鸟，你会有报应的。你看你名字改回来是不是好一点呢？菜鸟，我诅咒你。我诅咒你。我诅咒你先身体健康哈，签乐透都签到大奖。哦，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抖音上面有个东西哦，如果你中了乐透头，就是中了头彩嘛，对不对？你还会你会去辞掉你现在的工作吗？然后有人回复，他就是那个经典回复，然后就有人回复说啥？为了那一点钱还要跑公司一趟，神经病吧。就为了那点钱还要跑一趟公司，有病吧。我就想说啊，以后多看这种类似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就是回嘴很多，对吧？就是没有那个举一反三的意思，立刻辞职。没有，就是连辞职都不用辞职，就直接翘班。你看，你看，月薪才多少，还要跑那一趟，疯了吧？为了区那点钱，还要跑一趟，疯了吧？嗯。龙呀！
他两班，尊重一下。他两班啊，两班。要把辞职信丢到老板脸上，他可以告你伤害，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丢在地上，让他弯腰自己捡。应该不看啊，直接叫那扫地阿姨扫掉。好啦，合了。失礼，龙。我诅咒你身体健康，踩鸟，过马路要小心，祝你长命百岁。我祝你万妖捡到乐透。感谢单推，感谢柴鸟，感谢臭菜。妖一，好久不见，最近早上都在干嘛？子瑶不见了。子瑶呢？可恶。刚刚还在楼上的啊，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吃薯条没有番茄酱？这还好吧？有些人就不爱吃啊。祝你要什么没什么。对，祝你洗澡的时候肥皂不会滑掉。等一下，6267。领上，对啊，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观众常跟我说抢不到了。你知道你有一次开的时候我想去抢，我也抢不到。明明我觉得你那边应该是比我这边还好抢的，结果我也抢不到你那边的过，从来没有抢到过。有时候你深夜麻将还是什么，想要偷偷给你一个惊喜，然后尤其是抢不到，想要算了，我就在聊天室打字好了。因为那时候想要偷偷来，抢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吓到，繁星，你走这时间在啊，繁星之类的，有没有？结果没办法，我做不到，我抢不进去。从东一开始抢屁的。繁星，你怎么这时间会在啊？你不应该去睡觉吗？繁星，碰看，我怕了，怕蛋还是要例子好吗？人要冲，书要说。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威胁指数变小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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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炮双响啊？1000，加油！翻身的机会，加油！感觉不管怎样，没有怎样，中白板，然后嘞，
一包牌，三番，然后混一色。哎，真的是发，哇哦！哎，天仓你好猛哦！你看，对于一个看不懂人家听什么危险牌、枪牌的人来说，哇，你好猛哦，你好神哦！慢慢去，小妞加油，路上小心。我祝你我祝你可以顺顺利利下班，跟他们去跑投胎啊。可可夜总会接受我的祝福。Remember me。辽宁吃早餐了没？你该不会是从八点抢到现在吧？去吃早餐，不然你开一房，好去陪你玩。要这群观众，把他们丢一边。这边可能会常看到你那边会有一些面孔，因为他们常常都会注意，就是我身边不是哪些台 V 开台，他们就会出征过去去打牌，然后就常常那时候就只是点开那个谁，有些可能退局台 V 的台啊，或者是 YT 台 V 的台，然后点开就看到。哎，不对，怎么你们也在这边？我想我只是无聊看个麻将台而已，怎么又看到熟悉的面孔都在这边？我哪边都可以看到你们，好扯哦！那时候心里是这样想。友一，你要死了啦！リーチ、ツノ、ピンフ、ドラニ、ドラニ、ドラニ、バイマン。感谢优一，感谢冠良，感谢 PPP。谢谢谢谢谢谢。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ゃ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有了，你抢进来了。哎，你不是喜欢紫色、粉色头发那个吗？对对对对，这个。他说。那时候他终于结婚，哎、欸，那一场我那你那一天我有在哦、喔。你说你最爱的就这一只嘛，你的本命角还是什么的、啊，我都在，我都有偷看，好吗？哎、欸，对啦，波纹不是由于是静月，静月，对不起，叫错了，静月，静月，对不起，对不起，静月。静月，我记得你是静月，我叫到优一去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哎，好扯哦，心里想着别人，嘴巴叫着另外一个人，真的好过分哦，我的天哪、啊！你知道那时候玩光宇也是啊，就是呆鱼跟佩佩那两个是同时来的，然后就大家认不出来他们谁是谁，应该说他们声音差很多，但是就是因为都是新朋友，所以认不出来。道歉要露出，要露什么？我可以撕你哦、喔，我可以撕你要看的地方。纯属渣男，感谢台湾，对，谢谢台湾。而且我昨天要打那个什么杯佩佩的时候，打到杯泡泡，哇，好丑哦、喔，又在那边杯泡泡，我的天！你的国事业障应该能消了吧？可以，感谢施主，赞叹施主，您的国事无双消了，消了，消了。
国士无双。哇，每况愈下，完蛋了，没事的料理。我们屡败屡战。早安，晨晨。恭喜睡到早上，那你也要想一下，我是睡到特别早，我四点半就起床。娘，哇靠！这太狠了吧！我刚刚没我有勉励你哦啊！我希望你可以，我们东一局就结束了。快点，天仓提示我，他听什么？5、8、3、6。八。可人可留下，不可。啊，非死不可。没有啦，没有这个规定啊，因为我没有设这个规定，是我怕我等一下我去躺，我去睡。而且随时会离开，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早上还会继续拉肚子，结果感觉现在还好。哇，太扯了吧！快点，我需要左围，护身合体。觉得是这一家的吗？我看到老居咋说害阿七，我怎么害北七？哇，老居怎么那么凶？李吉，狼牙，海底摸月。没有。天牌。哇，你的牌也很亮耶，要死人了哦，天哪。两个一起下去，对。要死了，要死了。啊，这个游戏灰夜姬。也不是我的唯一啦，我太花心了，对不起。他每个样子我都好喜欢。啊！砰！啊，灰夜姬每个样子我都爱。先去吃早餐，等等还有开再回来。好，拜拜，阿七，拜拜，记得写作业哦。啊，记得写作业哦，阿七。他是你的唯一1、2、3、4、5、6、7，你也是，你每个样子我都喜欢，真的假的？哼，你喜欢一个年纪大概50、60岁的人啊？想不到对不对？你喜欢一个年纪50、60岁的老头吗？你先刷丑，这哪会丑啊？这哪里丑？爱是不分性别年龄的。
啊，我本来只是想要碰碰湖的啦，怎么会这样子哦？真的是不好意思哎、欸。辽离会说喜欢啊，这样他才快拿到遗产。你也太肤浅了吧，老居，懂吗？我们爱情是讲究你情我愿的，好吗？我也愿意把钱给他。哎、欸，干，不对呢，出事了，出事了啦！我在干嘛？不是欸，我要下去了欸，干太大了吧，你中了几礼宝啊？你中了四张礼宝牌吧？你也太激动了吧！干！我还有自摸的机会。我忘记那时候谁看台才扯嘞，知道我正厅都故意打一些我要的牌出来，有够过分的，过了混。你是清一色，然后嘞，清一色碰碰胡吗？然后中几礼宝牌吗？你是白痴哦、喔！你是低能哦、喔！你为什么？不要绑我！感谢辽离超级留言，嗨阿杯，棒棒富，谢谢辽离的1500。然后这是你的人生成就了吗？比国士无双还痛哎、欸！我刚刚原本想说不要，没关系啊，我这边没差、啊，这边好不好？这边你的各种样子我也爱，好不好？我也常在这边打干来干去的、啊，没关系啦，没事，他们也习惯我干来干去的，所以小事啊，这不影响，哎、欸。这招不错，学到了。哪一招？干来干去吗？是吧？好扯哦，怎么会是干来干去？红色地毯、欸。对啊，捷云多久没抖了？没有啦，早安捷云。早啊捷云。怎样？害羞啊！害羞啊！
有了有了有了，你的分数要变好看了，要从这边突然丢上去了。我前天我昨天才在嫌这一只，我说他的衣服怪怪的，因为正常来讲这边照理说有特别设计才会这样子掀起来的，不然就是他的肩膀其实要顶得 很高，他这边才有可能掀起来，然后就是这边口袋可能放很重的东西才会垂下来。有人要你开看，你开房看看啊，看看你开房看看啊，已经很多都打过了，可能现在还手痒，手还在那边痒痒的，欠打。所以我其实很少用这个造型。哦，你也觉得怪怪的，对不对？那虽然是老婆，但是好好在家，哈哈，洗衣烧饭。狼，这样灰夜姬结婚造型也怪怪的、啊。我那时候跟他们分析，说灰夜姬结婚后的造型其实就是头大身体小，比例就是怪怪的。我等一下分析给你看，等一下出去。今年五月，我的钱包接二连三的收到重击。你是不是每次都是年初左右的时候都收到重击？你前年不是买那个什么那个模型的假手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喷了一笔。我怎么感觉已经东市局了？哇哇，这是什么时空？三重时区吗？这里是三重时区吗？我怎么觉得头好昏哦？我说前年啊，两年前没错啊，就前年嘛。那个手才1000，那么便宜哟。蹦哈，干嘛、啊、碰碰虎哦？终于明白有些人为什么那么 N 了。刚刚被骂有种感觉，哪一种？你被骂什么？你白痴哦、喔，这个吗？不是啊，你绑架我要干什么？我的血就剩这样子了，你还是要这样子摧残我？只有我可以把人家绑起来按在地上打，没有人可以绑我好吗？好危险哦、喔！这不是有种心痒痒的感觉？来，我来了，中等鱼，干嘛？是谁？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快点按！我很怕，我很紧张。谁啦？太久了哦、喔！等一下，等一下，你上家超可怕的，不会啦，不会啦！你看，他已经把北打出来了，这代表什么？他一点也不可怕，顶多混一色碰碰虎嘛，没了。你要知道，上次有人以为是那个青老头还是混老头之类的，结果他最后藏了两个一对的八。你看，其实不可怕嘛，300。我如果再多1000分的话，我还是可以的。好了，你看料理，料理的分数变好看了。你看上来了，戴一个墨镜，有没有？料理很棒。哎，我给你看那个结婚造型，就是这个是没结婚的造型嘛，对不对？你看好。这个侧乳，这个肉尖酥都很香，但是你看好结婚之后，
你注意一下他的手臂跟手肘这个位置，正常人的手肘其实是贴着腰的，所以你想想看，他的手如果贴紧的话，他的手肘是贴到大腿，所以会看起来很像，就是手很长，所以是头大身体小，有没有发现？他的胸腔骨盆已经就很小了，懂了吗？就是你看，注意看他的头，你用手先遮住嘛，注意看胸部以上，其实比例是对的，没错。但是他的胸就是胸部跟臀部这边比例看起来就很小，对啊，所以其实雀魂很多都是用那个上色去迷那个盖掉。你看，像其实这张辉夜姬也是头大身体小，他的头是大的，可是他的胸腔跟腰这边就是很明显，就只有一个头的大小，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他的屁股，所以他很多是用衣服啊配色去盖过他很多比例不对的东西。因为大家要么是看头，要么看屁股而已，所以被盖过了。阿伯 DC， 阿伯又上 DC， 好啦，感谢辽离，谢谢辽离陪我玩，谢谢。下次有机会我再去抢抢看，我一定可以抢到的。啊！教授，你给我小心点，这局你几张？我算一下。我只有四张欸，四五六七八九，九张，稳了，九张哦。哎，哈纳塞，我们重来，我要求验票，还有人带牌，有人带牌自己来玩，我要求验票，不行，你们这些共犯。哈哈，やったぜ。好，天长拜拜。我就是坏人，怎样？看来今天就是我实现梦想的日子了。对，你是不是从此再也不玩了？哎、欸，没错，糊了就跑。有没有断梦大师之类的啊？助手，亚美罗，拜托，让我看到杠个东风或是幺九牌的出现。你三张北加交给你了，拜托。哎，你要杠给我看，拜托。辽离，你不要回收，不准你回收。我最喜欢你打错字的样子了，忘记切输入法的样子，我也喜欢。啊，出门好了，聊你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啊，你打一万出来了？没事，我两张。你下次要秒删掉，不行，他会留在我的聊天室很久，我不喜欢看到灰灰的字在我的聊天室，我会很难过，我会看不到你打了什么。好吧，这次是真的蛮出来了，哈哈！你可以透露一下你听什么吗？还没啊，准备要听什么？你缺哪一张？好，你不要透露好了，这样好不公平。我缺幺九牌。废话哦，你是在考？是。没事啦，你飞不了我啦。哎呦，你是飞不了我的阿伯。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也到七张了，你小心一点。我要玩游戏了，教主拜。
你最后至少也听个东风嘛，对不对？而且刚阿飞还帮我讲了、欸，你帮我杠了不是吗？我杠牌，你帮我讲了一句杠，你也没听牌啊？没有啊，我插东风跟北风啊，北风在你对家不是吗？对啊，啊凉了。我量了、欸，只有两张哎，这场算的啦，这场你正常打好不好？一二三四五，五张，五张还行。那我正常打的哦。好了，我给你啊，我给你啊，我给你啊。我把我唯一的一张给你。嗯，不是说两张吗、欸？有一张不行啊。另一张是我的底线的，好吗？干嘛啦？你体内有尾兽、喔？没有。叫成这样啊？这个是丧尸化的现象。我开始有口臭、喔。这个一直都有。还有就是不能吃大蒜。僵尸可以吧？吸血鬼才不行啊。没事啊，反正都是不死生物。近亲近亲，你该不会是这样子吧？我觉得你们打的牌，我觉得还好吧。不是啊，你看我对家，他前四张都是。不是啊，可是你。正常来讲都是打那个19出去没错啊，对我来说这不正常啊，很正常啊。你看我哪局是19先打出去了，也是欸，所以这对我来说才是不正常的、啊。那我就要逼你当一个正常人了好吗？啊，不要对你太坏了。不是啊，你这样说已经透露你手上有两张了，搞不好三张啊。不会啦，因为最后一张在我手上。哦哦哦，那我就要把它打掉了，对我没用了。早知道我碰下去了，他一翻欸。啊，拜拜了，东风。我倒是打了四张二筒出来了，东风拜拜。你有没有红棕啊？看来是没有。踩到乐高的声音，踩到乐高才不是这种声音啊！完了，这样吗？我会直接骂干。依照我昨天踩到插头的经验来讲，对，直接通道叫出来了。你踩到插头是朝上是不是？没有啊，就是滚在地上，拔掉之后就扔在地上，然后要出房门的时候踩到。到底是谁乱扔的、啊？真是的。你怎么了？有很犹豫呢。不行，有了。跟
干你屁事哦，这样吗？根据我 DNA 显示，没了，南风没了，你醒来吧。没事啊，现在醒来已经来不及了，不如继续睡，好吧？就最爱看你这么乐观的人。差九万根南风，根发，不对，九万根南风，对。想说最后一张发我也摸到了。哎呦，这局是不是一局比一局还少啊？你终于吗？这才是正常的吧？不不不，我相信等一下换牌。我做人是抱有梦想跟希望的。给你了。不是、啊，你什么都没开。我要断你的梦啊！怎么会给你好的东西呢？就是你做个人吧。哇，我是人啊。你的行为不像啊。哦哦哦，我是那个坏人。想想，你想想看，第一局的时候、是谁直接刚掉什么东风的？我第二局已经想说不当坏人了哎、欸。但是你在那边说没事，有一张在你那边，我想哦，好吧，早知道刚下去碰下去了，我还是有点慈悲之心的好吗？而且我那时候想说不要这样做，是因为想说最后再打东风给你，我是真的这样想的。我想说不要那么坏，哇，没想到你在你心中我是这样的人。好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你有看到我在干嘛吗？没。你有看到全场的人都在干嘛吗？我们彼此有了彼此的默契，你是不是觉得这样正常打的行为你会很害怕吗？没事，最后一定是被我糊了。我相信我自己，虽然我的手牌有点。一直没进张，我也没进张哎，完全没有哎、欸，我都打最右边的牌出去、欸。为什么大家会突然这么有默契打过四五双、啊？是大家起手都很好，是不是？搞不好有人手上都有已经可以直接杠下去了、欸。有的话我也认了，然后再发个哭的表情。究竟谁会先打出第一张19牌呢？好刺激的对决！欸，下次也可以这样子玩啊，就只是单纯只是设一个那个什么分数设少一点，然后谁先打出，就是很像那心脏病还是什么，谁先打出第一张19牌谁就输了。你差三张，差三张就跟没听一样。他打出来了，他赢了。没事，我现在已经打出一张我手上的，什么？虽然我还没赢，国不是阿杯条款吗？没有国，几乎都是我陪他在玩啊。欸，他好扯哦！你觉得这样打是不是比较难过吗？漂亮啊！啊？看我打出来的牌多漂亮啊！我都是筒子，我后面都是万子啊。不是啊，你看55667788。啊。我两张东，两张西，两张中。我好像两张蓝，两张白，还有两个酒桶包。你要不要啊？丢给你啊。欸，你丢得到吗？如果丢得到嘞，你就把19都打出来，把我给你的都打出来。怎样？打出来。打出来，好，我打，
哇，你真的打了。教主，你刚刚给了什么来着？我没在看。右边的牌都打掉。右边右边的牌都不干，都不干净。刚刚一定是做梦。嗯，醒了没？还在睡。等我梦醒的那一刻，就是我胡刀的时候。阿伯起来，吃安眠药了，阿伯。哦，这个昨天有吃，虽然吃的是类似的东西，叫做胃药，差太多了吧？你白吃哦，让我的胃安眠呢、啊？哦，安眠吗？还是要长眠？安眠就好了，长眠还不需要。来聊聊你最近工作如何？哦，昨天去加班，累得跟狗一样。忘，没事，我昨天也好早睡哦，真不像是平时的我呢。嗯，教主昨天几点睡？十点半。哇，好啦，你最后听牌听发财的话，我算你赢，好不好？不要，算你赢。可以的，阿北，你可以的。最近工作忙爆，也加入话题。最近我们公司。产线内就确诊四个了。产线，你做工厂？就作业员哦。哦。哇，酒桶满出来了哦。你昨天才开始骂人，骂什么？骂你底层的人哦。哎、欸，南风也没了哎、欸，对啊，哇，亏我给你幺九牌、欸，所以我已经跟听牌没什么两样了，已经听牌了，笑屁哟、喔，干，干笑的还是得笑，看我自摸什么，猜猜我有几张？啊、反正应该都不是我要的。你缺现在缺什么？快点，还有十张，你缺什么？我缺南风发财，一条，就这样。哦，没有九条，九条我有一张。哼，开局就摸在手上了。哼，所以教主，你手上是两张还是三张？三张啊。摸到第三张啊！下次见，拜拜拜拜！祝你下次啊，可以美梦达那个好不好？美梦成真。今天只是我还在睡而已。好啦，晚安晚安，拜拜。我去继续睡了，拜拜，大家晚安。好可怜啊，他陷入了伊爷娜美，对。好啦，最后一场咯，感谢各位。我成天四堂什么东西？祭堂吞油，感觉我不祭堂
我就只能现在喝维糖啊，然后油炸真的不能吃了，再吃下去我痘痘真的是会好不了。我只是那天找我家狗的时候吃了一下那个就是路过真的是肚子超级饿，然后买了一个那个薯条来吃跟咸酥鸡，因为很饿，就隔天痘痘就那个嘛，粉瘤就长出来了。欸，我那时候是傻眼耶，我说只是吃一个而已哦，才吃一天马上就长了，因为那时期我很久没有吃了，才吃一天就长出来了。我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对啊，我知道我很丑，对不起，我很丑。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绝招，吃女生的事物基金看看。那我会不会胸部变大，头发变长？欸，头发会变更柔顺。欸，我怎么记得那种女生的东西不要乱吃？我蚂蚁人，我不喝，不全不喝。哇，建议你还是不要喝那么甜。啊，真的建议啊，糖真的就是一个慢性的毒品啊。食物没差哦，真的哦。是吃女生的还是吃食物鸡？他是嫌女生的食物鸡啊，喝食物调身体很赞，真的假的？啊，如果没有钱喝怎么办？会很贵吗？你说痘痘的吗？我没有，但是现在这个状况是那个，我现在状况是粉瘤是确定的嘛，就是它已经确定溢满一样，确定粉瘤。那个这个东西就是要喝吃药，然后慢慢等它消啊，医生是这样讲啊。我饮料除了做错以外，我基本上都没在喝。做错？那我煮给您喝。还有这么好的吗？我要国还是大啊？我好像样子变了，阿伯救我！我的牌怪怪的，阿伯。靠！啊！リーチです。阿伯睡了，他还在啦。除非他国士无双跑出来，他才会挥泪去睡觉。他才会泪奔。不用怕啦，还没听牌啦。还很远，不用担心。什么东西？糖戒得掉，其实可以啊。很多东西要戒的话，就是你要过那个啊，使用过头吧。比如说抽烟，你要戒的话，就是你一次不要抽一根。你一次抽大量根，对，一次不要一根一根的抽，你就大量大量的抽，要抽到怕。像我饮料就戒得很好，我觉得能戒掉都很棒。确定，我先。会先去是吧？等等，对吧、啊？就是你只是先把你一辈子的东西先吃完，吃完你要么戒掉，要么就再也不会抽到它了。啊，你回来了，
可是有什么好可是的？戒糖有戒糖症、戒断症吗？我觉得我那时候有、欸，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戒的时候，就是那一两个礼拜没喝就是调饮跟饮料的时候，我就是心情会变得很容易乱想，很沮丧还是什么。我挂台只是怕会忙的，有时候会忙没听到你叫我料理。嘿，料理。以前考试我试过直接吃方糖，哎、欸，不行哎、欸，方糖就真的只是方糖变成方块样子而已，那很甜、欸。有时候当下压力会让你吃很多糖，是会让你要吃东西啊。我觉得戒糖比戒毒还难，真的。我现在除了蛋糕外，几乎不碰任何糖分。不是我自嘲，完全没喝过任何饮料、欸，真的假的？你都喝茶哦、喔，臭老人，臭老人。荔枝一番没了，好，一宝牌2000块，两张礼宝，好，结束。我们两张，一张吧。荔本です。一宝，冷。我都喝家里烧的茶，只有茶叶泡下去的那一种。哦，不是有那个小碎钻吗？还是叫什么小什么的？碎银哦，我最近有在抖音上看一些人在那个卖茶，我觉得哇，那个茶泡下去马上变成黄橘色，黄橘色的，哇，那颜色泽真的好漂亮哦。就有些什么晒了什么几十年啊，九年六年的那种，然后热水一烫下去的时候，就有那种深色的那个样子，超好看。力气，多拉。那个茶真的不能喝，真的假的？你说泡下去，然后马上颜色那个跑出来的吗？没有，他不是第一次泡下去要先倒掉，第二次才能喝吗？根本只是有颜色的开水，哦，真的假的？阿贝，要是跟你打的时候，这个开局该有多好啊！直接断你的梦哎、欸，我会哭哦、喔。不会啦，你才不会哭呢，对不对？长那么大了，哭什么哭？那么难看，哭！叫你妈出来哭！马同学怎么了？你要国士无双了？边笑边哭，那就好，没事没事，还笑得出来就好，还笑得出来不代表啊，虽然不代表不难过啊，至少还会笑笑的。我会喊一声干而已，干！好想要理由、哦。然后继续做梦，干嘛？阿伯你怎么了？你做噩梦了吗？白半没了。哦，你可以去雪地玩啊，那个不是有新的影片吗？白一色欸。对啊，我梦到白板被干完了。对啊，一张牌桌十几张白板被干完了。
杠完了。感謝ます。哦，怎么不是？哦，难怪不是哦，四张在这边了。你是咒玉之帽吗？阿杯醒醒，阿杯，你被困在职区里面，赶快醒来。ポンです。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最新的小短剧嘛，不是白衣色嘛，那时候想说，哇，小鱼未卜先知哎。猴子安安，我现在研究是真的醒，还是其实我现在在做梦？你现在打开牌谱看看，你多久没做国士无双了？有啦，你私下不是跟西敏他们打的时候合到一次吗？那除了那次之后，还有再合到吗？啊，除了那一次之前之后有再合过吗？好像你打麻就只是跟我开台打而已，没了吼。有哦。弄断腰碰碰，我有被朋友合作无双几倍说不是，是你啦，一直跟我讲屁话，我的天哪、啊！我是不会把好朋友打出去的。我是不会的，文老头欸，钻烂钻烂，我的朋友告诉我，懂吗？他刚刚小小声的告诉我了，会死，会死，啊，已经透露了。你知道你下载在很红中吗？我知道啊。我应该是知道的啦。哇哇，嗯，应该是知道的吧。什么混拳带腰五六七，算了，朋友。不过欧元拔现在外面买得到的好喝的茶叶真的很，你说哦，自己要泡的茶是不是？那只好不要买咯。哇，不行，我们不能背叛我朋友，他刚刚救了我。他把这两张解决掉欸，很难呢，好，打掉。离开去研究忍者怎么点比较好？欸，你有没有氪金啊？感觉你一定有氪吧？欸，靠，哭啊！他不是有氪个什么157块的那个吗？可是忍者怎么点都一定会点到啊，他能避免掉吗？没办法啦。VIP， 对啊，他不是终身的。你是不是要在等红中？大家被红茶商骗。嗯，各地农会贩售区就有日月潭红茶，一包才400。哎呦，哦对啊，那时候我们农会也有卖，狂推茶叶。我以前在农会里面做过，那时候其实做得很不开心，管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超市啊，
朋友，你回来啦，朋友。不是我的，是说好喝的茶叶。哦，现在突然想吃茶叶蛋，太突然了吧，繁星。ズモ、ごめんなさいね。初蕊超好喝哦。什么东西？没了，没了，你怎么好意思？没了，马同学在等什么啊？去吧，爸爸，爸爸，马同学，爸爸，红中吧，又红中。好了，感谢了懒燕、马同学，还有英灵幻梦，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早上先到这边喽，感谢大家。哎，我去开个抓鬼看看好了，看更新了没。看一下哦，哎，魔力宝贝，我看公告是说5月22号啊，但是什么时候还没？辛苦啦，不会不会，谢谢谢谢料理，辛苦了，还抢得到？你那时候说什么观众抢，说抢不到是什么？在你那边抢不到吗？还是在我这边抢不到？哎，啊，魔力怎么画面是在上面？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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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力。好，这现在还没更新，我不知道，我看看嘛。都抢不到哦。好啦，如果下次要抢，我直接 DC 你。我说，料理，我在抢哦。辛苦了，呆鱼上班加油。等待，哦。那现在跳出没有回应。哎，好了好了，与其他人找到一根骨头，猎杀兽从我下来连击。放箭私人房间，人数10000多人欸，应该是更新了吧。这个吧，哎，还没有哎，还是11哎，选择还是有变，有哪一张新的吗 ？House 农场 House， 啦，监狱，宫，哎，没有啊，还没有哎，选择准备开始。工人院还没有欸，我只喝过福寿螺的茶。福寿螺，你这游戏等级怎么这么高？你知道我上一次开的时候是70级的，然后是这个月的5月1号到这个月的5月22号，我就是每天晚上就是跟那个干爹一起玩，玩个2小时、4个小时，然后就是慢慢起来的。真的很慢的啦。啊，你要不要玩？你会不会玩？你喜欢玩这个吗？我记得你们乡内不是那时候也都玩得很开心吗？然后他今天有改版。他今天有改版，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版啊，然后会在今天美国时间还是什么改版？
欸，没有改欸，还没有欸。哇，丑了丑了。八音盒，不会吧？八音盒。会玩但不太擅长，我都进去走路的。好了，没有，还没改欸，所以走了。嗯，怎么又是恶魔啊？受不了。看地图吧，没有啊，感觉就没有啊。你叫我进去逛是不是？你明明就有带电脑，你进去逛。自从我们买了，你看恶魔。对啊，我觉得没有改欸。小睡回来现在抓鬼没有啦，要关台了。选择合约，你叫我逛吗？可是他一进去的完全布置一模一样欸，笔电跑不动。不然我去会取看看。好啦，先到这边，感谢大家，那就晚安啦。谢谢谢谢。有时候都找不到关台键在哪边，好烦。啊，反而是英雄围城什么时候改版啊，可恶。好，晚安晚安。等一下，关台咧，关台咧。